我母亲亲口对我说的：“三十多年前，我父亲和何大有父亲何善恒一起贩卖私银，发了横财。何善恒为了独吞那笔钱，暗地里勾结了府衙，将我父亲抓了去，惨死在狱中。何善恒为了掩饰他的罪行。” 假惺惺的任务为义子，还当众说，以后他若是没有后人，全部家产就由我来继承。但是，我父亲尸骨未寒，他却任由我们孤儿寡母流离失所，孤苦无依。我能够挣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不知挨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气。 何大有嫁祸张同光，以为由他做替死鬼，此案便可了结。从此，你便可逍遥法外。谁知天网恢恢，那张同光的瞎眼老妇及时前来求救，本府也觉得此案疑点重重，发回重审。你怕过不了此关，正好。
他阮妃送上门来，你便将一切责任推到阮妃身上。何大友在哪里？他在屋里，不过我劝您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滚！给我出来！大人，你还不滚出去？是。你杀了阮妃，割下她的头，充当何大友的尸体。你明知本府已然派人盯上嫣红，就自己假冒阮妃，演了一出追杀嫣红的苦肉计，好让本府相信这一切都是阮妃逼迫嫣红所为，将一切的罪过都推到一个已死之人与一个不为人同情的妓女身上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可以逍遥法外。何文秀，你的如意算盘打的是太好了，只可惜老天有眼，不容奸恶之徒得逞。如今案情已然大白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包大人编的故事太过玄奇，下官听得一头雾水。你死到临头还要挣扎到几时？包大人，下官听够了你一面之词。今天若拿出人证物证，哪怕开封府三把炸刀能够断金裂石，也扎不下我这个大好头颅。好，你要物证不成？来人呐！在。将何文秀杀人凶器给他看。是。这把钢刀是展护卫自己手中夺下，刀柄之上有你的印记。这把钢刀是我的，就是他杀过谁了？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为了坐实张同光杀害何大友的罪名，故意找一把锄头刻上张同光的名字，然后丢弃在无头尸体的埋尸现场。你就是用这把钢刀刻上名字的。在你大意之下，钢刀之上有极小一块断刃，就卡在锄头柄上。这块断刃与你钢刀上所留下的缺口相吻合。何文秀，所谓邪不胜正，再周密的犯罪也无法做到天衣无缝、十全十美。包大人，仅凭如此即断我之罪，人证呢？你还要人证吗？来人呐！在。传人证上堂。传人证上堂。嫣红姑娘，方才在公堂之上何文秀的一段话你可都听清楚了？回报大人，都听清楚了。那么本府所叙述的案情你也都听清楚了？回报大人，民女也听得清清楚楚。现在你要实话实说，本府所述是否属实？嫣红，包大人骗我说你死了，我难过了好久，我还悄悄替你。包大人，我说，杀何大友、杀阮妃、嫁祸给张同光的人，就是何文。
你这个好人心，没有良心的畜生连在一起。严公姑娘，你且退下。何文秀，你要的人证物证俱在，开封府的三口铡刀，杀得了你吗？ 就认罪，今天才二十年的寒窗，实乃兢兢业业才有今日。求包大人手下留情，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。你要本府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，那张同光、赵洁如夫妻恩爱，却定你的诬陷，让他夫妻阴阳永隔。 那张同光痛失爱妻，几近成癫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亡妻一面。你能够给他这个机会吗？如果你能，本府命你一死。你若不能，休想保住你的高堂。来人呐！来，虎子难伺候。 报大人饶命，报大人饶命！包大人，你要我相公办的事，我替他答应，你先放了我相公。娘子，你要救我？何夫人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包大人名扬四海，德高望重，总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食言而肥吧？何夫人。 人死不能复生，此乃千古不移的真理。公堂之上，信口雌黄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自然能涵盖万有，无所不能。我当然会有我们的办法。口说无凭，我现在就去请包大人给我7天时间。如果我办不到，我宁愿与我相公同罪。何夫人。 那何文秀对你不仁不义，你已经毫无怨尤。嫁鸡随鸡，他总是我相公。娘子的，包大人。好，本府就给你7天时间，7日之后公堂相见。刘宣娇。 七日之期一日，你如约而来，可有所获？启禀包大人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自然门四处寻访，终于求得了让张同光之妻还魂的妙方。真有此事？绝无虚言。刘宣娇，公堂之上非比等闲，你若有片余之字，戏弄妻王。 本府必定严惩毫不宽待，你可要三思而行。包大人，我好不容易说动师叔白剑仙为我登坛做法，召回赵洁如的魂魄，请包大人移驾自然门法坛，顷刻可见分晓。好，来人呐！传张同光随行，以便真假。嗯。 自然门真有办法能让我娘子死而复生。包大人只是姑妄听之，所以请张先生到开封府亲自辨明真伪。但愿他们真有奇术，真有办法。张先生，但请放宽心，
不管是真是假，张先生可千万不要像上次一样那么激动。惭愧，惭愧。不过，我娘子真能复生，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我会亲自求包大人赦了何文秀。 自然门第十三代掌门人刘芳参见包大人。刘掌门免礼。久闻自然门有奇术异能，让人死而复生。包拯见识浅薄，特地前来一开眼界。包大人来得正好，如今粮食已至，张同光的妻子马上就可以重回人间。 不过，尚有一桩爱难之处。刘掌门但说无妨。张同光的妻子身经大辟，死无全尸，即使还魂，只怕也难以恢复原来的面貌。若是形貌不同，却又如何断定还魂之人就是张同光之妻？ 张同光夫妻情深，他自己就可以分辨真假。张同光，你意下如何？包大人，如果真是我妻子还魂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小的一定认得出来。时辰已到，恭请堂主登堂。包大人，请。 行。一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百转千回。 终对凡尘，张家有故，含冤归阴，玄黄剑下，再续前因。